大家好，我是蹦板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3年，希望大家赚大钱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每一年我都在刮彩券，刮整百万刮。我这次还请了两位小帮手帮我刮，因为每次刮彩券，刮后面手都会脱臼。一位是萱萱，那这位是新朋友叫安安。嗨。啊，那今天我要来挑战一下，到底刮刮乐会不会中奖？我身上是带200万现金的。哇，三箱太多了，像一本多少？一本是3万6。嗯，哇，哎，200万，我们来看可以挑几本。我没有看过这么多的，你们中大奖。还好，祝我中大奖，没中大奖，你们店就完了。好，我们刮刮签都摆在桌上，那我一定要问一下我们旁边这两位有没有偏财运，因为其实以往我刮的经验是都蛮惨，说实在。有一次经验比较特别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他梦到我跟另外一个女生从刮刮店走出去，然后大喊说中奖，然后他说他梦到一台跑车，就下班就随便找了一个彩券行就去刮，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也是出这样子的车子，我们就随便说，哎，这个车子好像不错，我们就去刮，结果中了3万块。靠，就一张，就一张。讲这么久，刚以为是中车子，就他妈中3万块，根本就是个屁啊！不要这样。他刚才讲车，我说他是中了，他中过一台车，他要爽些、啊。你看起来就不太爱赌的。我很爱赌啊。你很爱赌。很爱赌啊。我真的不可怕，所以平常都在刮刮乐。很少，我没有中过。你也没中过。等一下你不要碰我刮乐。那我们先把它撕掉，因为它这一本连在一起难刮，所以我觉得先把撕，光撕就很累了。嗯。你给他认真刮，刚刚认真撕了。我跟你讲，中2000万，现场的我一人就8万。好耶！我跟你讲，我呼吁线上的 YouTube 玩刮刮乐要拍影片，不要再拍个什么10万、20万的，要中大一点好不好？嘿，我的2000万一定在里面。真的是土豪式刮法。刮了哦。已经中了，2468，正常是要1000，对，这边1000块。哎呀，我第一个共估。对，5000万，中5000万。我目前为止都共估，这个会有共估吗？会，有啊，一定有，100%会，好不好？跟你讲，最后一个我就2000万。你这张如果中2000万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这辈子我养，好不好？你也不用再做事。你要养很多人，你说我的财力应该可以养很多人。说到要做到哦，你就直接搬来我家了。划你了，那样。不要搞了，真的会中一样。好了，没有2000万。这个不可能，他妈第一张就中2000万，2000块，那你应该是最输的。惩罚共估就新蹦板，共估新蹦板一下，共估也不容易吧？你们都中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共估，他这种轻车轻下去，我真的会激励自杀的。我真的共估，你好歹让我选一个这个吧，对吧？对，我印象比较偏向这个。你又在那边嫌弃了，没有嫌弃。今天到底叫我来干嘛啦？每人口味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蓝波的口音，没有，你是导演选的，导演选这些。导演。你还刮第二张哦，我已经放弃了。第二张吗？没中好。哇，现在速度很快，好容易上手。对啊，只要有关赌的都很快就上手。所以我刚刚有关钱的事情啊，有关钱的都很快。对啊，认真。不行啊，这个刮刮乐就是要慢慢这样刮才有感觉。大姐，你想要拍5个小时哦，那边有一大点，你要慢慢刮。不是啊，你们两个已经都没有在做前戏。我跟他是朋友，要什么前戏啊？我再讲下去，等下真的要妻离子散了。刮刮乐的那个几率学来讲，他们就是只要出小奖，里面就不有大奖。那如果真中大奖，就是一刮开，就是直接一个200万或100万，他不会有其他小奖。哦，就直接了。这个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8000块，800块。八百，你讲成8000，你把自己家拖好汤，真假？800。你难不难？真假？我这里又有钱了。哎，这个是万吗？这个是万吗？好蠢哦！我刚刚说这个是不是万？这个是万，结果我38，这个39，我根本没有中。我在那边问到这是万。大家没看到我现在干嘛哦？我等他们两个刮。1000，1000。你们两个算蛮会中的。对啊。你今天找我们对了，我这个有12345678910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2000块，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就是2000块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，25个200，5000。哦，5000块。哇！耶 ，lucky。我
不知道后面挖什么，你们要知道我是买100万，又蛮反的，是200块吗？对啊，这里都200块，别跟我讲，拜托。不是，哎，200起来，它也是5000呢，满版就5000呢。你那个是打坏我2000万的梦想，因为你只要一讲200，就想说这张绝对不是2000万。5000啊，这里又一张5000，耶！你这张是有特别厉害吗？我突然默默递给我，我们摄影师伸手。强吗？处男之手，至少处男了、啊。对，他快30还处男。对，这一张有点多钱，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，哇，5000，哇，果然是处男之手。处男之手，还有处男，处男是你吗？处男是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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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0万，2000万，大姐，我刚刚讲过，这种开奖出来就不会有2000万。对不起。哎，为什么中1万块跟没中一样？1000，那我帮你撕掉。我一巴掌你拍下去。来，没错，这张就是目前最大奖，几万块，加油！加油！可以的，2000万。那我这张……啊，我知道，我今年犯太岁，我应该不能刮乐才对。那你要去点灯、哦，要点灯。我们是土豪式点法，我没有在给他点一个两个灯的，我都是一50盏、50盏、100盏这样点，点到全世界最亮。1000块，我觉得我要实施我大魔王计划。我现在只刮 QR code， 很多人不知道 QR code 是干嘛 ，QR code 是这样子。然后这很方便哦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买很多刮刮乐的话，你可以去彩券行直接给他扫，或者是拿手机台彩有一个 APP， 一直扫就知道中多少钱了，你就不用全刮了。像目前这边刮8万块嘛，然后中10万多，这样倒赢2万，完蛋后面会输。但目前这样算是赢钱了，总共504张，所以这边只占1/10。如果1/10就中10万，如果照正常规律来讲，那我们好像会回钱，会超过100万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好棒啊！但通常绝对不会是我想的这样，所以不用太大期待。100多万就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买过机器，走。电脑都可以让他们两个刷，刷这里吗？对啊。对不起，我蛮嗨的，好紧张哦。我也很紧张。这有5000呢。5000呢。好像都有中哎。都有中。这前面好像，啊，这样就是没中奖，没中奖就丢这边。你一玩到就是没中奖，就换下一位。好。就第一张就没中。你想换我就说，我可以直接走。没中，好，换下一位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去啊，去去去。玩个5张。你的话等下慢慢玩，整天给你玩。不要动。要等一下。对，要等一下。没有中。好啦，没有中啊。若连生共估，那就没话讲喽。连生共估，我就抱你一个。那拜托你中奖。有了，谢谢你。恭喜你逃过拥抱。下一位。看，这画面好可爱。也有哎。那长得跟那个不一样。你看这连三没中，还是连三中？好了，交给他们了。哎，他们没中奖过哎。这个好香哦。好啦，直接到结尾的时刻，总共我们刮了504张，先跟大家讲最恐怖的大奖，最大奖5张1万块，504张中5张1万块，听好哦，345张有中奖，154张是共估，总共刮到682800块，所以这样损失30几万。我今年绝对不会再刮了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但是做公益嘛，好，大家开心就好。你好玩吗？我没有刮到大奖。刚刚前面不是大家一直刮2000万，没有，好不好？连10万都没有。好了，那这个故事就大家。给大家体验一下，就是看一下刮刮乐的感觉。那相信看的人会看很爽，刮的人其实蛮痛苦的哈。现在我要抱着悲伤心情回北部了，拜拜。